神木雨桐呢？刚才我们讲到提到这些歌名，你们有听过吗？像 Because I Love You， 有听过啊，一定会听过。对啊，你们也是 pop 出来，而且最近终于就是合体了，然后出一张专辑。合体了，讲到这边要先送礼物。好，谢谢我们的专辑，谢谢。神木雨桐，而且你们的主打歌啊，为你而活啊，真的完全就是一个给 KTV 唱的，就是可以让想要嘶吼的人去试试看。对啊，那唱两句好了，好不好？对呀、为了你而活，为了你而梦，为了爱我会撑到最后，当世界都无忧，守着你的人是我。为了你而活，为了你而梦，伤痕在身心无法划破，跟命运在逆流，就算错了也不退后。干嘛这样？他们很棒啊，真的。你干嘛扭捏啊？不是，因为感觉好像我一定要一直一起床，眼睛睁开就要开始讲评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今天的早餐还好。他们两个的声音的稳定性就很棒，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之下，能够唱到这样，真的。对呀、为什么你口里说不想讲评，可是还是讲评？对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就是会有一种职业的反应，想要刷牙，同样的道理呀、你请到两位，一位可以说是跨时代的女性，那另外一位呢，就是我们资深的音乐人，要来告诉我们这些歌曲的故事。欢迎两位，荣文姐就是跨时代的女性，还有蒋爸，欢迎。OK， 那我们有做了一个排行榜，第十名呢，大家公认最经典的歌曲，要让你们来猜一下名字咯。给你们一些提示啊，是一个两人团体。卡本特，真的哎，都破梗了，对不对？而且在1973年的作品。Yesterday once more。是大概就这几首，你就是要证明说今天请你一个人来就够了，是不是？我蛮喜欢这样子，我觉得这样好竞争感的。没有，那你为什么不说是 WAM？ 我有别的答案。哎，木匠兄妹。对，一样哎，歌名不一样。昨天玩什么？第十名是。是他唱片的封面，对，好酷哦，好酷哦，经典哎，就是昨天再一次，太厉害了。现在看还有那种流行感，是有设计感，对对对。那谁要来为我们演唱呢？就是我们的竟然是美珍呢！哇，我跟你讲，小胖老师有多想唱这首歌啊，所以你要好好唱，不然他会顶你，他故意不让他唱，好唱啊。帮你合一下了，来欢迎黄美珍。未来我想 I listen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orest songs Where the prayer is alone It's made me smile The world's good happy time And not so long
美珍，你知道歌词在讲什么吗？不知道，完全不知道。我跟你讲，你知道这首歌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因为你知道我以前高中有个同学啊，他英文歌唱得超好，可是每一次英文都考两分。哇塞，那是怎样？哎，我也很讶异耶，我觉得你刚唱的感觉就是感情超好的。对啊，可是我觉得有一些歌曲啊，为什么好听的是不能直翻成中文？你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像比如说，如果这首歌它是每个沙啦啦啦，每个我我我还在亮，还在什么？还在亮 ，still shine， 对，还在亮，对啊，好傻。在台湾哦，大街小巷，从五星级大饭店到夜市，都有人在唱这个歌曲。而且当时各式各样的场合都有。对啊，后来还有翻成那个舞曲版，还蛮恐怖的。真的还假的？唱一次，唱一次，就是我的哔哔哔哔，啦啦啦啦，我有没听过？补充一下，一直到1994年，还有一个很棒的专辑叫做《If I Were Carpenter》，就是很多很大的明星，像什么小红梅啊、Sheryl Crow 啊，对对对，他们还去翻唱 Carpenter， 对，那很棒的那种。第九名的歌曲，第九名是1977年一个女歌手唱的，而且她就只红了这首歌。嗯哼，哦，很想讲啊，小胖老师，你今天根本就是全部。你这样讲我就能够回答，我真的就出师了，不可能。一点参考都没有啊。哦，没有哦，再多说一点，它内容是民谣的吟唱，而且这首歌那个低吟的吟哦，不是民谣的低吟的，香港的玉女后来也有翻唱过，香港只红这一首。对，周慧敏有翻唱过。好，我提示是她头发很卷。年代每个都是卷卷蓬蓬的，真的吗？这个人的名字叫做 Never Been to Me， Charlene。Charlene， 哦，不红不红不算。夏琳，可是这首歌很好听。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九名是 Charlene。